很多的臭宝说现在天气热了，我没事老爱出去玩，家里边忘浇水怎么办？然后呢，我找了个最便宜的所谓的这个浇花神器哈，大家想想，1.9元还给包邮，我都无语了，这玩意儿怎么能这么便宜呢？就大概造型是这么个东西，然后呢是怎么玩？是这么玩是吧？那这个是这样插上，哦，应该是这样插上，这里是能够调节开关的，找了个矿泉水瓶试一下。挺好玩啊，主要价格便宜啊，1.9元你还要啥自行车啊？哎，就这样就插上了。哎，哎，滴水哈，能看到滴水吗？不就不滴了吗？意思是？有点有，是不是上面得打个眼啊？不是吧？你给得给瓶子打个眼吧，要不它不滴呀、啊？你看，它不滴吧呀？是吧？你一捏它就滴吧哈，是吧？你打个眼。拿那个剪刀过来，应该是给这个瓶子钻个眼儿，要不然它不符合物理学啊。我试一下。哎，是得打个眼儿，上面打个小孔的，要不然你没法用。这样。啊，滴答滴答的啊，好用，1.9元的，好用好用，是吧？就调到这种速率就行了啊。你看家里边有花的臭宝，你要是出去玩了，对吧？好用的还是，可以，比较推荐。你们也可以怎么着呢？就是把它吊到一个高处，你用一个小的那种，小的那种吸水管，给它延伸到你的花盆里边，这种滴滴答答的还是好用的这个。尤其是大家出去玩了，需要这种滴滴答答的，好用，推荐，便宜，主要是1.9元噻。要啥自行车？垃圾桶里边捡个大矿泉水瓶，弄个这玩意儿，能解决很多问题的，对吧？别滴那么快就行了。三个啊？三个4.9元。三个才4.9元。然后现在好像有活动券。还有活动券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要是拍的话还有券的，我的券后再拍的话是3个1.9元，对吧？推荐啊，就是马上暑假了嘛，很多的花友要带着孩子出去玩，天气又热，你们可以整一个，这玩意儿主要是贼拉的便宜，你看滴水可以调12个啊，速度可以调，也可以用一个大点的水缸，好吧，非常推荐的一个东西，主要是便宜，没有必要花那个大几百块钱大几十块钱整这玩意儿，放购物车了，去整吧，拍不到的臭宝找客服，找客服要那个什么，去抖那边拍啊，它上面我拧紧了，它怎么漏啊？你得把这边拧开，它这边才漏，你看着没？懂了吗？要不然它不符合物理学嘛，看到没？这物理一看，上课就不好好学习。好了，我是老花一，眼花最专业，有好玩的再给你们推荐，就点赞啊，拜了，手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